听讲政府扩大咗疫苗资助计划，等我都快啲打流感针先。我哋啱啱够50岁都有份。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埋50岁或以上人士，而孕妇、儿童、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都符合资格。去参加咗计划的私家诊所可以获资助接种，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。详情可浏览 chp.gov.hk。